去外面绕了一圈。很多人吗？还蛮多人的，好像有人5:30就来了，因为他们就是有标记我跟菲菲限动，然后说5:30就来排了，觉得你们很厉害。我们11:30集合，然后好像已经很多人在那边等。他们是坐在地板吗？没有，他们看起来很惬意。真的吗？很chill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跟了很多场的，就是写真签书会，所以他们其实蛮有经验的。对，还跟我镜头挥手。现在在签那个等一下的小礼物，就是如果等一下来回答问题的话，就可以获得这个签名照。哎，我可以拍限动吗？限动可以啊。是拍我吗？对。哎，我是第一名哎！你看，我们说1:30集，我告诉你，可能1:40才会出现。结果还不一样。对啊，总要再拎好运气。来验收的吗？我吓人哦！来这里要验收，来验收来，这边有空地。剪掉吧，会看到你耶，你会常常看到我。你会不会跳瓦达达？噔噔噔噔噔噔，骑摩托车。这样就好了。哇哒哒哒，哇哇哒哒哒，就这样子。他就学这样子，真的很诚意嘞，他想一直跳舞。现在，请把凤姐跟菲菲正在拍照，有很多人在拍他。你会紧张吗？哎。问你干嘛？对，我好紧张哦。你会紧张吗？我紧张什么？你会紧张吗？哦，我蛮紧张，等一下我乱拍。好，来，一切。好冷哦，真的好冷哦，一风一吹，刘海就去了。王总，休息室移动。我们要出去了。我们吧。我先去了，我先去。好好日常，没有没有，对啊，好日常，就是这样。好多人哦。请梦洁菲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想跟大家说早安哦。早安，因为大家很早就到了。真的，大家好像听说5:30，对，6点，5:306点就已经有人来这边站排队。对，真的太辛苦了，辛苦你们了。今天是真的很感动哎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签书会其实已经筹划了蛮久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可能一直延期，然后直到今天终于成功，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，还有感动。我跟大家说，今天有来签书会的会好运一整年。我有些粉丝他是标记我说没有来的是猪。特别来为菲菲梦洁加油，神秘嘉宾啊，加油！给梦洁菲菲个大惊喜，很不惊喜的惊喜。好期待哟！我们在大合照前呢，我们听说还有神秘嘉宾有来要帮你们加油打气。菲菲，我们先往左右边这边移动一下，对，因为我听说人数很庞大哦。那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神秘嘉宾，来掌声啊！今天又来了，赢了。黑妈的够，可以再往这边。陆言、陈一，还有小凡跟子婷，对。
们请大家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慧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颖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慕言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毅。Hi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婷。哇，热烈的掌声！这么大束的花，平常大家有看过吗？那个花都已经大到遮住菲菲的身体了。谢谢你们。好。菲菲是不是快扛不住了？太重了，对，很重。有特地准备了这束花，然后要献给菲菲。那当然就是，这是所有这个菲菲家的宝宝的心意。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支持菲菲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未来有更好的成绩。太棒！装了，耶！你这是什么小镜头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菲菲再次回来我们的会场，那我们菲菲会要开始喽。各位要不要来点掌声？欢迎孟杰跟菲菲换装回来，美美的。长得越来越丑，怎么这么惨？邓布利多，我快不能控制自己的手了。好，那你要拍海报吗？你要合照没关系，不勉强，好不好？要拍，好，那你有报吗？怎么办？最后越来越朝鲜，你要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终于到最后一位喽，今天辛苦大家了。你要选哪一边拍？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写真签书会，然后大家也辛苦了，因为就是很早来排队，对，然后也陪着我们一整天这样，对，很感谢就是从头陪到尾的人，对，因为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真的，也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。不同的作品哦，对，请大家敬请期待，拜拜。